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冲贤老师。那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介绍 Suno AI 作曲。那感谢全国校长协会的邀请，来制作这一系列有关 AI 的教学。那我们就来欣赏、观看如何使用 AI 来作曲。那么，首先各位在 Google 输入什么呢？输入 Suno，打完 Suno SUNO 以后，接下来移到这里来就可以点选 Suno。哦，第一个就是它官方的网站。来，那右边有它的说明，那我们就不用去看，我们等下就轻轻松松来享受作曲的乐趣。聪贤老师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我也可以作曲，哦，AI 可以拓展我们人生的视野。来，各位来看一下哦，这里呢都是 AI 所创作的歌曲，建议呢大家可以先听看看。啊，我现在来点播放。Oh my love, my friend, you know it's been a while. 好，这些歌都非常好听。那跟各位报告一下哦，AI 唱歌它不用换气，所以再高亢的歌它都唱上去，所以每首歌都非常好听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轻松的作曲，非常简单哦。请各位要先登录 Google 账号。当你要作曲的时候，要点选哪一个？Create，看见吗？好，我点选哦。点选的时候，它就要要求你登录 Google 账号，或是微软的账号都可以。那这个时间点，我觉得这个时代，记住账号密码是每个人的义务哈。很多很棒的网站都需要你登录 Google 账号去做注册。来，那接下来我就点选我的 Google 账号。当然，你浏览器要先登录哦。登录完以后，就进到你的账号来了。这时候就可以来作曲了。那作曲有多简单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哦。首先在这里，你只要输入歌曲的描述，比如说想介绍什么都行。来，那我来做个简单的示范吧。那我们在这个描述区，各位看一下，我就输这几个字哦。这是我等一下希望。AI Suno 帮我作曲了，一个人想起挚爱的女友因病过世，非常感伤，久久不能平复。接下来好简单，点这个 Create 的创建，点下去，1分钟之内就会帮我创作两首歌，会给我歌名、歌曲、歌词，全部就创作完成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就等一下吧。那各位看一下，等它的圈圈绕完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点这里播放哦。来，我们现在来体验 AI 如何作曲。当我点 Play，那右边这个，轻轻你的挥手，融化我心里的伤悲，总是陪伴着我，却在未曾预料的时刻离去。记忆里的画面像电影剧。像电影般在脑海里播放，你的温柔和笑声，却再也无法触摸和感受。各位是不是觉得非常好听？超级讶异的，作曲就是这么简单哦！这让他感觉到甚至非常非常的耳目一新，这样创作歌曲就完成了呢。那创作歌曲完成，老师可不可以下载呢？当然可以。来，下载的时候呢，下载歌曲要等一下下哦。如果你点这三个点点，它还没出来，就是它还在创作中，已经可以听了。那如果之前创作完，等给它一点时间，点这三个点点，各位就可以看到这边呢。看，我们放大一点哦，再点这个三个点点，这边就可以 download 音乐 MP3 或是 video 是影片。它只有很简单的字幕跟歌曲，那如果是 audio 的纯粹的音乐，来，我就试下载一下吧。好，要等它一下下哦，我来看一下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好了，OK 吗？那点选这个 audio，那我们的浏览器下载，哎，非常快。我们这一首歌曲，我刚输入这一段描述，它帮我创建的歌曲叫《失去你的温柔》，那歌词在这里。那接下来再点一下，好。Video 下载，
那下载也很快，各位看一下，因为它档案其实都很小，音乐 2.4MB 歌曲。那我来创作一首什么？校长给毕业生的祝福。好，毕业季快到了。我需要我的歌词描述，歌曲描述这样，再点一下创建，一样一分钟之内就建立两首歌，那各位就要等这个跑完绕圈圈跑完才能够试听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完成完以后呢，绕圈圈结束，来我们来点这首毕业礼。毕业的日子到了，青春的时光就要告别，心充满了感慨，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惊喜。回首这思念的时光，和你们一起走过风雨，我们的友情如……来，我们就暂停到这里。各位有没有觉得非常神奇？创作歌曲就这么简单，当然这边你也可以自己作词作曲，那创作出来歌曲是两分钟，还可以接歌哦，我们也可以给它曲风改成什么歌剧版、摇滚版、乡村版，哦，这功能真的非常丰富。那我们今天就简单介绍到这里，那各位再体验看看，这是非常棒，现在目前当红的 AI 作曲叫 Suno， 感谢各位的观看。